飞行模式，这个是飞行模式。要过一个桥。啊，这个好看吧？说实在的，这个环境真好，很好看。厦门的很多景点都是特别好，所以说厦门真的是。可以说是，真的可以说是那个什么花园呢？城市花园。中心西站呢，这边呢就属于滨北了，滨北了。刚刚我们出发的地方叫滨南，滨南靠近滨南。中心站。
是新月路。双层的24、26，这辆也是双层的。隧道总长1公里左右。